我们要爬的，有没有看到一位？我们到顶没有？厄诺多兹的，这是你。到了，你好，介绍一下，北大山鹰社的魏魏老师。你好，魏魏老师。老师你好，你让我们了解一下您吧。 就是我是2013年上大学，大一的时候就加入了山鹰社。去年的5月15号，就有7名同学，还有5名老师及校友，就一起登顶了那个世界最高峰。登过珠峰的人，登过珠峰。你说，您是在里其中吗？啊，对，而且就是恰好是第一个到的。哇！就你这开始给我们讲的故事，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撼了。陈龙老师，你今天真的是请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大咖。大咖。 我们今天要跟您学的很多，你看看一下我们今天带的装备，分别是桌布、香蕉、矿泉水、红糖馒头，他们带的水、鸡蛋、苹果，我带了一些甜食、您想吃点啥？蛋糕派啊、饼干什么的。这个能量补给可以再走2个小时。哎呀，东西很多了，那算了，赶紧丢了。别走。